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小文。明仔是拜二，也是旧历的十月十八。根据这同书记载，明仔在位伫咧东南边，好时是早起的十一点到下晡的一点，适合着安床甲立款。另外，阁有啥物禁忌提醒，做回来关心。新闻继续来关心公益的消息。高温冬至会汇集着社会爱心资源来推行爱心太阳餐，或者有需要弱势学生民众来登记领取着餐券，就会当免费来自助餐食饭。自助餐业者用心煮各种料理，希望和享用爱心太阳餐的学生或者是一般民众会使食了卫生健康。业者嘛真认同高温冬至会推动的这项爱心活动。咱这有各方的人士捐献嘛，哈，啊，咱拢无一定，因为伊有当时也是今这个月来捐较济，比如600份，咱就尽量甲做，替一挂弱势团体，啊，做一挂社会服务，啊，响应共同造福社会。嘉温冬至会积极汇集社员甲社会各方资源，和爱心太阳餐落实慈善公益的功能。嘉恩国际同济会呢，就是响应总会推动爱心餐，然后要照顾弱势家庭，所以特别举办这个爱心餐的活动。它的方式呢，是由我们同济会的会兄会姐，还有所有的善心人士上款，然后找配合的那个店家，然后呢提供了早餐、午餐或是晚餐，然后就是让有需要的人就可以来领取。啊，我也是张理会前会长，我觉得说对社会的帮助非常大哈。有一些低收入户或是因为临时家庭的变故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照顾。那么我们嘉恩会哈，还有我们彰化区的主席，所有的会长发起这种爱心餐哈，是非常有意义。我们希望能帮助需要有帮助的人。有需要太阳餐的民众，拢会使向业者或者是嘉温冬至会登记领取餐券来享用餐点。嘉温冬至会推行真济在地弱势关怀加公益服务，企业经营促进社会，用益社会，和社会增添搁较济爱的气氛。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彰化市文化高级青年志工队去年七月由着市公所辅导成立，即阵由着国中甲高中的学生所组成的志工队，因为导览解说着即个彰化市内高级甲城市的观光做甲真好，即、這个杰出的表现嘛得到2014年全国志工队文化服务类的第一名殊荣，市长嘛特别来颁奖表扬。彰化市文化高级青年志工队去年七月由市公所辅导成立，短短时间成员就对18人增加到5队，超过100人的规模。由国中、高中学生组成的志工队，利用有闲的时间担起高级解说导览的任务，由伊的表现得到全国青年志工文化服务类的第一名，非常难得。这成员拢是咱国中甲高中在学即个学生啊，会当呢透过即个假期对咱的古迹来做一个导览解说，包括咱的孔子庙、关清观、甲关帝庙等等，用伊呢专业甲认真的态度，予咱即个观光客会当了解咱彰化市的古迹，嘛就咱彰化市即个古迹全国上最的即个成绩啊，会当呢予咱全国民众了解咱彰化市的文化深度、古迹啊、水的所在。年外时间，志工队员累积丰富的古迹知识，也体会到为人服务的成就感。这一年半来，我学到了如何为民众付出，如何在庙宇为民众解说，也学到如何为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付出我们的爱心。所以我觉得这一年半来对我成长很大。我在这一年半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彰化古庙的事情。在一年多，我们学校很多知识，然后可以为那个当地民众来解说一些当地的古迹。
彰化市文化国际青年志工队在全国比赛当中打败真多大专院校的团队，显见这群青年志工丰沛的服务热情和成果，为家己争取上大荣誉，也成功行销彰化市历史悠久的高级文化。大彰化新闻，陈文清彰化采访报道。台湾人口甚至因为融入到这新住民的多元文化，变得更加丰富。为着要让家庭更加了解到咱政府人口政策的重点，县卫生局伫咧新港来举办着三道活动，共同要来打造幸福多元的台湾社会。人口是组成国家社会的基本要素，为着向民众宣导政府重要的人口政策，而且希望民众重视少子化、高龄化和新住民的和睦相处，县卫生局举办画图引发夫妻分享幸福生活等活动，激发民众重视人口问题。深港乡的礼堂呢，来办理103年度的人口政策宣导哦。那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发现呢，我们台湾呢，我们的少子化的问题，还有那个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那另外呢，就是说移民的问题，就是外籍配偶也需要获得适当的照护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办理，就是要提醒大家呢，只要是育龄的那个妇女呢，要多多的来生小孩哦，让我们的这个人口呢，哦，能够来增加。那老年人呢，哦，我们就要来活跃的老化，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健康哦，要多运动啦，哦，然后要健康的吃啦，哦。那另外呢，外籍配偶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给他好好的照顾，他们都是一家人哦。那让我们的人口呢，不仅是在值的方面能提升，量的方面也能够增加啊，那大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卫生局人口政策宣导活动除了政策宣导意义，现场也透过 DIY 体验等单位，促进家庭成员的互动，共同打造和谐多元的社会。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彰化市立图书馆正在进行着整修的工程，为着要方便市民的需求，花用市场二楼这个妇女学院，即马特别开放着自修室的空间，民众会当多加利用。